亲爱的，我们今天来到观光客一定都会来的翠儿喜市场，对面就是 Google 大楼。Google 在那边花了20亿买下来的大楼啊！哎，Google 现在赚我半个老板呢。真的，没错，他其实在这边安插了这一块大楼，花了20亿。为大家介绍一下翠儿喜大楼市场的历史。对，历史是什么？这边以前是工厂，那最早呢，大家喜欢吃的那 Oreo 转一转，舔一舔，再泡一泡牛奶的 Oreo 的工厂就在这里哦。那现在买到 Oreo 吗？现在买不到，因为它已经迁走了。它现在就是一个市场，那它保留它当初的外观跟里面的一些就是构造，可是把它改造成一个比较不错的市场，有点像台北的市东市场那样，只是它走工业风。好，等一下，悠悠，你想不想吃 Oreo 的发源地在这里了。可是我比较想要吃虾子，只是我对它过敏，所以我只能吃一口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吃这边最著名的龙虾。那我们今天就精选两家店推荐给。精选两家。第一间是龙虾，第二间是什么？第二间是墨西哥卷饼。我发现它在这边的 Google 评价非常的高，对，我们找到了，所以我决定要来试试看。虽然这边最著名是海鲜，可是我想我们进去逛一圈，也许都会吃到吧。Let's go。Check it out, check it out. 哎，你是木要看太多，那 check out, check out. I just wanna be where you are. I know everything has an end. 哎，很美，一进来就整个是那种工业，很工业风的感觉。真的是完美打卡。这王美，你现在是王美吗？我现在来打，我等下再来打。这灯感觉不会关，你看上面的灯。哇，超美的！大家有没有看到走过来？哎呦，变成这个，走过去，变成这个。哇哦，他现在已经在整个在走万圣节的风格了，对不对？这看起来好恐怖哦！看你，天哪！那鸡乖。一走进去而起啊，感觉上它不像一个市场，它就是像一个很工业风的 market， 很温馨的，对，非常温馨，哎，非常美，而且工业风的很道地，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很旧的建筑，相当不错。我们要去找我们想吃的店家了。哎，这个看起来更恐怖，这个居然会动。而且他身上有血，我天哪，好恶心！这间这个肥女巫烘焙坊就是这边最有名的烘焙坊，可是听说他的东西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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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甜，所以才会很胖。哦，真的？好吧，我们放弃吧。没错，我们找到这家墨西哥卷饼，它应该是叫做 Los Tacos， 对不对 ？LOSTACOS， 哎，人蛮多的，都在排队。可是我觉得它的，它感觉比较像小吃。哎，他服务人员感觉好像穿的跟护士一样啊。OK， Enjoy guys。好了，哇，哎，有绿色的酱，还有红色的酱，不过这个要4块多，有点贵。真的有点小贵。有点小贵，试试看吧。你要加酱吗？我觉得先让他们吃完，我们再加酱。吃了，我一口吃。它的皮就是软掉的多利多汁，真的一模一样，就是多利多汁的味道啊。会辣吗？会辣。它里面的肉是牛肉，稍微比较干比较柴一点，可是吃起来因为它就是炒很多酱，所以吃起来还蛮咸的。然后里面还有加一些葱花跟洋葱，这上面的这个酱是会辣的，上面那个像是墨西哥的酱，那是会辣的哦。这一整个吃完我是 OK 的，不会，就是我觉得大人这个可以，小朋友可能没办法，太辣了。你们刚刚比较早来，现在已经在排队了，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我们要去找我们第二间，我们在网上找到。那这一间来讲，其实整体来讲，大家可以尝尝看味道啦。4块钱其实就小小一个，不会饱。我天哪，这区弄得太真实了吧！我们找到啦，这间龙虾的餐厅 ，Medium。Nothing? Yes. Do you want a light beer, strong beer? Light beer. Thank you. 上名的龙虾大餐，鄙人很讨厌吃螃蟹、虾子、龙虾之类。不过有人帮我剥好送到我嘴巴例外，知道意思吗？不知道。知道你就点相机的头。不知道。反正你才会帮我剥嘛。我没有啦，因为我在这里等你。开玩笑，我真的很懒得播这个啦。你下次看再告诉大家好不好吃。好，对，你现在是要动手术，现在要。哎，这个手到
你是韩剧看太多了是不是？对，韩剧都会这样，然后就会说帮我戴手套，他就这样，你知道，然后就医生都会这样子。然后戴的时候都一定会有那个啪上去的是那个。我对可类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，可是我真的很奇怪，觉得有些人就是很爱吃可类，像今天蔡依林就是很爱吃可类。也还好，就是不排斥。好，那现在把它剥开了。好，我要剥了，先把它剥开。Oh my god！、欸、你看，哇，我的天哪！哎、欸，这个是柠檬是不是啊？还是奶油？奶油，这是奶油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罪恶融化的奶油，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柠檬，柠檬，挤一点，我来吃一口加柠檬的。等一下，在吃之前，你没有跟大家讲说这个多少钱？我们点的是中份，中份也要48美，超贵。才1500，还好啦，台湾吃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啦。好，我们要来吃。可是它看起来蛮新鲜，好吃哦，好吃，只有蛮而已，蛮厉害的。我觉得它很新鲜，它吃出来很新鲜，它整个虾子是很 Q 的。那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里面哦，看它的肉超多，哎，很 Q 哎，这个很实哎。你看这个根本就不需要我帮忙，它就帮你弄好了。对啊。这个我可以，这个你可以。我等一下决定先把上面吃掉，下面肉白肉比较多的地方留给小孩。然后我来吃一口这个有那个沾奶油的奶油。沾奶油，天啊，这真的太罪恶！这不会肥啦，这蛋白质很多，不会肥。原来这才叫龙虾、哦，太奢华了，你看。好，我吃一口看看。奢华要命，我骗你。不要不要的，我告诉你。帮我沾一口。帮你沾一口奶油。我手套，好吃。它这个就是很新鲜，很新鲜，还很 Q 啦。然后那海鲜的味道还没有出来。然后因为我很少吃这样的东西，可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，真的好吃。它真的好好吃。嗯，它的肉质不会粉粉的，是很 Q 弹。对对对。而且很扎实，里面的肉很多哎。嗯，真的很多。对啊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那我一个人吃这个合理吗？你再帮我吃一点就好了啊！你那两只，那这边吃好了。我这边都还没吃哎、欸，这边给你了。好，那边给我。对，这边我自己吃。你要帮我吃一点啊。那我用这个啊。可以吗？好，剩下你吃啊，那没多少肉了。好，我自己这个我自己想吃，这还很多。这里面你看这个啊、哦，我不骗大家，你看你拍，刚刚吃完它的巴底，现在来吃它的这个，你看它的啊、哦，哇天啊，哎、欸，这里面太疗愈了吧？太夸张了吧？太多了吧？你看。整个炸裂、欸！我觉得他真的帮你处理的蛮好的、欸。对啊，你根本就很轻松，只要轻轻松松的把它打开来吃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吃哎、欸！这个龙虾1500啊，在美国真的不算贵，因为美国物价比较高。如果在台湾吃啊，可能还不止这个价格。对啊，你看。天哪、啊！我觉得看到这个肉质就知道，这个肉质超好吃的。要升天了吗？太好吃了，好吃，非常好。可是你看它真的处理的超级干净，嗯，一口都不剩，里面清洁溜溜。这个太夸张了吧？这个龙虾里面这个膏太多了，我觉得这吃下去会痛风哎。这我真的没办法，剩太多。这我觉得这真的很烫。吃一点啊，对啊，这个绿色的，这个应该是类似龙虾的膏还是什么的。这真的太不烫了。来这边还有个小优点，就是说除了龙虾之外啊，它有一些东西给小朋友吃，所以你不用怕小朋友肚子饿。像这边就有个 potato。美国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马铃薯都有好多的颜色，跟我们不一样。不太一样，有红色啊、黄色啊，还有黑黑。它看起来很油，很好吃啊。嗯，很好吃啊。很油，奶油味很香很重，马铃薯就是吹得刚刚好。好吃，
然后因为我刚刚还点了一个这个龙虾的 cheese 炒面 ，cheese 面，然后是贝壳形状的，哎，看起来蛮好吃的，又很爱。吃一个看看，他快吃完了。对啊 ，cheese 味非常非常重，很粘稠，面吃起来就是软软的，可是我觉得有点咸。嗯，我觉得还好，可是是悠悠的菜。然后我有发现一个蛮好玩的特色啦，你有没有觉得这边都是观光客啦？有看到韩国人、日本人，然后跟华人、美国人啊、欧洲人，感觉上比较少一点。我觉得大家来纽约自由行啊，一定要来吃龙虾的。佩尔西市场是一个很值得来的市场，它非常的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对，会颠覆你对市场的印象。我觉得它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啊，我们等一下还会慢慢的逛。其实网络上还有很多资料你可以查。我们今天就介绍两个地方，一个就是墨西哥饼，第二个就是龙虾。我们要离开龙虾餐厅了。哇，好恐怖哦！好的，今天影片已经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老外的影片，记得追踪新店菜里哪一句哦。追踪我的就好，不要追踪他的，不要追踪他，不要追踪他，他的没有在下面，没有在下面。我们明天见。订阅悠悠的频道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aid night.